同样是湖南卫视重磅推出的节目《我是歌手》火爆荧屏，但接棒的《中国最强音》播出后却恶评如潮。就在观众纷纷质疑该节目的制作水准时，近日湖南卫视表示，出于对雅安地震受难同胞的尊重，4月26日《中国最强音》将暂时停播一轮。这对于首播后饱受非议的节目组来说，无疑是一次喘息的机会。面对观众表现出来的滔天邪火，最强音的节目总监夏青趁机做出回应，并解释称，运用的镜头语言在第一期中可能逻辑顺序不是很清晰，让观众没有一目了然，所以才会觉得有些混乱，甚至认为剪辑师是神剪。而四位导师也正在与歌手和舞台的熟悉磨合中，之后节目组也会在各个环节上做出适当的调整，希望观众能逐渐适应接受。当然节目不好观众会吐槽，但是很少有一档节目会如最强音般仅因节目内容而引来众怒。但小编要提醒到或者是中国最强音不是我是歌手二，大家都要放轻松呀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经典汇聚，口碑之作，夏洛克带领超能少年杀出领界，优酷英剧频道重磅上线，算一英剧